尊敬的评委、辩手、观众们，大家好！青春之声，世界共享，欢迎大家来到2023华语辩论世界杯名校邀请赛小组赛的活动现场。讲好三亚故事，传播三亚声音，让我们携手海内外学子，让思想在三亚碰撞，让三亚与世界同频，在世界行走，为三亚停留。最美三亚邀您一同共赴思辨盛宴，尽享碧海蓝天。本次活动由三亚市人民政府指导，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华语辩论世界杯组委会、北京西席文化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主办，三亚市教育局联合主办。感谢各个组织方为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学子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汇聚青年人才、促进青年交流的思辨舞台。下面我们将进入比赛环节。首先，请允许我介绍本场比赛的评委，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华语辩论世界杯组委会主席、2016华语辩论世界杯冠军陈林月老师。新加坡知名辩手、国际辩论教育专家万华明老师。西南政法大学辩论队主教练、第八届全国名校大学生辩论赛邀请赛冠军、深圳卫视最强辩手亚军景毅老师。下面请允许我介绍参赛双方。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正方，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同学，他们的观点是 AI 绘画作品是艺术。坐在我左手边的是反方，来自清华大学的同学，他们的观点是 AI 绘画作品不是艺术。下面有请双方辩手做自我介绍，首先有请正方同学。修一等品行，求一等学问，创一等事业，成一等人才。正方一辩高欣怡，正方二辩朱凡月，正方三辩冯笑，正方四辩陈荣，请代表上海交通大学问候在场各位，各位早上好，欢迎他们的到来。下面有请反方同学做自我介绍。气势为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巍巍华夏，水木清华。反方一辩杨雨虹，反方二辩吴子璇，反方三辩刘康平，反方四辩张宇轩，携我方四位辩友代表清华大学辩论队问候在场各位，同样欢迎他们的到来。下面比赛环节正式开始，首先有请正方一辩进行立论，时间为3分钟，有请。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开宗明义， AI 绘画指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或协助生成艺术作品的过程。判断 AI 绘画作品是否是艺术，要根据其是否符合艺术的特征，能否促进艺术发展。此外，我们说人类画作是艺术，不代表每个人画出来的任意一张画都是艺术， AI 绘画也同理，只需证明 AI 自主绘画可以上升到艺术的高度即可。基于此，我方认为 AI 绘画作品是艺术，论证如下。第一， AI 绘画作品的艺术表达与人类艺术作品无异。一方面， AI 创作的绘画作品展现出了与人同样的创造性、情感表达和艺术价值。2022 AI 艺术创作机理研究表示， GPT-4 能够流畅地将来自多个领域的技能和概念结合起来，显示出对复杂思想的深刻理解。无论是艺术家对自然和现实的模仿，还是 AI 对于艺术家作品的模仿，本质上都不在于对客体或现象事物百分百的复现和抄袭，而是一种出自理性的再创造。2021 ACM 人机交互板块论文《人类对人工智能自主驱动的机器人艺术家可否生产艺术判定》分析表示，400名艺术感知力较强参与者中，经过回归分析对比画作艺术性、情感表达性、信誉度、艺术意图性四个板块，得出结论，人工智能自主生成的画作比起人类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画作 更接近人们心中的艺术感知。南加州大学另一份针对 AI 艺术家和人类艺术家的回归分析显示， AI 绘画作品在个人风格、表现力、艺术价值、冒险性、思想传播力等方面与人类没有显著差距。另一方面，从艺术的欣赏者视角，
AI 绘画能给欣赏者以和人类艺术作品同样的审美体验。早在2017年 AI 绘画就已通过了图灵测试。2017年7月 Facebook 联合罗格斯大学和查尔斯顿学院艺术史系三方合作的新模型，号称创造性对抗网络，能够输出一些独一无二像是艺术家作品的图画。在图灵测试中 53% 的观众认为 CNN 模型的 AI 艺术作品出自人类之手，而 AI 绘图软件生成的太空歌剧院也在专业艺术家的鉴赏下获得艺术大奖。由此可见，无论面对实验研究还是艺术欣赏者的观感， AI 创作的作品与人类创造出的作品在是否是艺术上的判定上并无显著差异。第二，将 AI 绘画视为艺术有利于将自由还归艺术。尼采说，艺术是人极致的自由、解放和超越。当人们觉得黑人低贱，觉得女人见识浅陋，觉得平民下里巴人，实际上是在助长艺术中的固化与霸权思维。而艺术进步与发展的过程，正是我们逐渐学着承认、欣赏更多群体以及工具的审美、创作、价值的过程。路上的全在其实用意义上只是一个小便池，我们将之纳入艺术，是对当时工业革命傲慢的打破。艺术对象的选择本身亦是一种创造性行为，拓展了我们用艺术视角打量与解读世界的边界。将 AI 纳入艺术的范畴，承认每个人天然有审美的权利和自由，才能给艺术以自由生长的空间。谢谢。感谢正方一辩。下面有请反方二辩质询正方一辩，质询方可以打断被质询方发言，被质询方只能作答，不能反问，对质询方计时1分30秒，有请。同学你好，今天你讲的就是 AI 绘画，它可以是生成和协助，那在您方论里，就是人的价值跟它的意图在艺术创造里是不是必须条件？我方说 AI 自主创作和人用它作为工具创作，我方都讨论。好，都讨论。那我们先聊工具的部分。您方今天认为它的随机性是我们追求它艺术美感的本质条件，是本质意图吗？我方说的，我方不看意图，我方看的是一幅艺术作品，如果可以给观赏者一个打动，我们就觉得它是艺术品。所以是解读读者端的解读，对吧？可以这样理解。好的。那今天如果我们解读一幅水墨画，就是我们随机性的条件，我们播上去，就我播出的水墨画跟艺术名家播出的水墨画，他们带给人们的艺术感受是一样的吗？这个艺术感受是看每个人的。如果我看到一幅水墨画，想到了我以前旅游的时候在山里的一种感动，我回顾起了自己曾经那份感动，我被触动，那我就觉得它是艺术品。而如果不止一个人，是有一个群体都可以欣赏一幅画，那我们就认为它是艺术品。好的。所以今天这幅水墨画如果是大自然就是不小心打翻了一桶墨，它泼在上面，你们也觉得这是艺术吗？我方说就是看能不能打动 观赏者。所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是艺术，对吧？就是你方说的是大自然的巧夺天工是吗？对。我方认为天籁的话，如果你可以欣赏，它也是艺术的一种，就是可以触动你。好。所以今天正方论域空间告诉我们，他们认为只要你能感受到艺术，那就是艺术。那今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艺术都有不同的解读，那是不是世间所有万物都可以是艺术？我刚刚说了不能是一个人，比如说你自己画你觉得自己很好看，那样不行。但如果有一个群体，哪怕很小众，可以欣赏，我方认为也可以。这线在哪里啊？就是有一个小众群体就可以。好，我方不负责说有具体几个人。好，那后续听您方具体论证。就是当我们用这个价值来判断世界上的艺术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能在里面找到艺术价值的位置？我继续往下问你，你说 AI 作品能够表达共情，对吧？不是，我方说的是他创造出的作品可以给你共情。当然创造机理上他和人类，其实就是在那种就是他是模拟人类的思考过程的，但是结果上其实可以给观赏者共情，我方认为。好，今天我们打辩论，我们都在台上笑着，但你是真心为了辩论而感到开心，我只是觉得，嘿，我笑起来比较好看。你觉得这个时候，当你知道了我的目的，你还能与我的笑容共情吗？不是，因为一幅画的时候，你并不会，就是你可以从中解读出它的共情。你解读我的笑容，你觉得我很开心，但你后来发现我开心只是因为我好看呀，你觉得这会破坏你心里跟我的灵魂共鸣吗？如果你是真诚的笑，不管是为什么，如果我当时解读出了共情，就是他不一定艺术家表达了什么东西，有可能我解读了他当时没有表达出的东西，但这不妨碍他也是有艺术价值的。不论你解读了什么，当你后续发现我的心中表达的模式跟你想象的根本不一样，那个被共情背后的逻辑是会破坏你的共鸣本身的。反方时间到，谢谢。感谢双方辩手。下面有请反方一辩进行立论，时间同样为3分钟，有请。谢谢主席。大家好，
AI 绘画可以概括为人像已有的 AI 大数据模型输入关键词，根据模型算法生成图像作品的过程。而艺术是什么？什么不是艺术？人们争论了2000多年，从马克思主义框架理论中的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与意识形态，到今天八大艺术亦或九大艺术的不同分类，艺术究竟是什么？坦白讲，我方今天不愿给出公式化的定义与标准，但我方今天摆出我们的态度与底线，一个字，人。我方今天核心想探讨在当下的时代中人 AI 与艺术的关系。基于此，我方坚定认为 AI 绘画不是艺术，论证如下。首先，艺术不能泯灭人类与个人的主体性，艺术源于人们对于世界认知与自我思考的犀利表达。造大自然的风景固好，可我们不称它为艺术，因为它没有人的认知与思考。名画的赝品不是艺术，因为思考前面必须要加上自我二字。而 AI 的逻辑是什么？输入指令，关键词提取，然后在数十亿的数据集训练下形成概率空间中找到那个概率最大的最优解，输出给你。问题在哪里？第一，人不再是表达的主体。在传统的艺术作品中，人的思考有无数的表达形式，可能体现于你的构图、你的意象选择、绘画方式选择。而在 AI 绘画中，你的思考仅仅被限缩到了那几个小小的指令与关键词里。当无数的构图细节与意象选取全是 AI 自主实现之时， AI 更像是一个帮人作画的枪手，人类成了提出意见的甲方。这本来就是对思想与表达的傲慢与漠化。第二， AI 绘画与集体量化个人，埋没个人经验。AI 输出的作品来自于它的概率空间匹配下的最优解，个人经验被集体主义淹没。举个例子，当我们叫 AI 画一幅画表述我们的悲伤的时候，它分析自己的数据集中的特征，发现悲伤这个词与低头、眼泪、冷色调等特征高度关联，于是它生成了30幅图像，内容与3个关键词贴近，只是细节差异。可基于概率联想的图像真的能表达你我心中不同的悲伤吗？你的悲伤可能是一场冬雪，可能是一把边缘破旧的黑色雨伞，但无数类似的意象都被 AI 打上了小概率事件的标签，被湮灭在了模型中。最后你接受了，原来我的悲伤就是一个低着头的流泪男人，可这绝非是你的表达，反而在让你闭嘴。其次，艺术的灵魂来源于共情，而当所有的细节呈现只来自于概率计算时，共情便不复存在。艺术中总有艺术家的情感渗透，就像是贝多芬所言，只有发自内心才能进入内心，发自艺术家的内心才能进入欣赏者的内心。而当我们知道一切细腻而浪漫的笔触只是计算下的最优解，一切发自肺腑与欣赏的认可只是被 AI 投其所好之时，一切的自我感动变成了被欺骗的愕然与愤怒，所有的共情只剩一声苦笑和无奈。就像有一天，当你知道对你无微不至的那个网恋男友竟然是人工智能扮演的时候，他的一切体贴的话语都变成了苍白的关键词理解与概率生成，他所有温柔美好的形象在冰冷的 AI 洪流中瞬间破灭，失去共情的艺术终如一盘死灰。最后，我方也希望在后续的环节中和大家讨论，在我们当下的时代，到底是应不应该把 AI 绘画视为一种艺术。以上，谢谢。感谢反方一辩。下面有请正方二辩质询反方一辩，规则同上，有请。来，谢谢主席。今天您方想要告诉我的是不是就是只要有人参与的才是艺术 ？AI 不是人，所以不是艺术。就是不能这么简单粗暴了，但是大体上可以。那您方给我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人参与指的是，比如说创作者这段必须要有你细腻的情感表达以及你的个人经验，不能被集体主义埋没，然后在接收者的这边你需要去共情才能感受到艺术的内容。好，也就是说您方还是认为就是说我表达，我们接受者这段也是我方的一个判准之一，我们先从那个您方出发者这段，也就是您方认为是 AI 没有情感而人有情感，是这样吗？是因为人自以为能够透过 AI 表示自己的情感，但实际上它根本就是一种自以为嘛、就是。好，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图片，这张照片叫做《直到大厦将倾》，它是表现了鹤冈在一系列摄影作品，记录了鹤冈这个曾经繁华的城市现在面临的衰败和崩塌。那我们可能有人看不清，他就是一位男人站在一堆废墟里面。那请问你觉得这张作品有感情的表达吗？我会去猜测去解读它。哎，好，您会去猜测去解读。那我现在告诉你，这张照片是完全由 AI 生成的，它来自于一个完全由 AI 测的展。现在您方还要告诉我 AI 是没有感情的吗？没有关系，然后我们再来看，您方认为感情是人类创作的必要条件，对吧？刚才那个问题，因为后面没有那个人，所以我认为那
就被哦，也就是您方在知道这个结果是 AI 之后，又不认为它是艺术了。但是今天我方也有学理告诉你，宾夕法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和纽约大学的研究表明，披露在内容创作中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情况，不会对创意或者描述性短文样本的质量、创造性和可欣赏性的评价产生影响。所以您方的这个表达可能只是因为您对 AI 有偏见，没有关系。那么今天我们有一种无意识艺术，它是创作者刻意抽离自己的主观情感，请问在这种情况下它不是艺术吗？我觉得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可以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流派去讨论。它现在已经是一种艺术流派了。就是因为我没有见过具体的，但是在目前我们的标准下，就是我方就是认为必须要有那个人，必须要传达某种艺术和情感的，它就不是艺术。就是今天我方已经给您举出例子，无意识艺术它就抽离主观情感，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那个情感并不是您方所谓的艺术表达的主要必要条件，所以您方这个标准是不成立的。正方时间到，感谢双方辩手，下面有请反方二辩进行小结，时间为2分钟，有请。我今天觉得很奇怪，就是如果正方告诉我们说你对艺术的定义就是由读者端来创造的话，那你对美的感受每个人心里都不一样，你要怎么划定那个艺术的范围？而且这跟您方说的艺术下放的论点它本身逻辑上就是冲突的，因为如果你觉得下放是给大家技术力的解放，但你对艺术的观感只需要读者端的解读的话，那如果现在大家觉得你一个农村孩子在泥巴地里画画它也可以是艺术的话，你把那个 AI 的技术力下放给它会对艺术带来的就是门槛的下降有什么样的提升呢？我方不理解。其次，如果你说的是那个艺术下放的本质在于技术提升的话，那其实今天就是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一个画精不精致它取决于它背后的算力以及它计算的次数，这个计算的次数它是需要花钱的。那您方认为这个钱它带来的限制它能不能构成一种对于下放的不公平呢？您方说就是您方告诉我们说今天大家都能画画，我们艺术阶级就平等了，但是你同样受到了财富跟算力的制约的时候，您方怎么论证它背后那个下放真的能落实到每一个人？以及我继续往下问，当你说 AI 作品能够共情，你举出了一幅刚刚那个城市的废墟那个荒芜的废墟的画画，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我当时跟他的共情在于我认为那背后表达了人类对于人类的朝代更迭，对于就是说城市荒芜的寂寞感。但是当我发现那些 AI 画的时候，我的寂寞感体现在哪里？他画那幅画的本质是因为当你给了他一个城市废墟的概念，他就开始找一些可能会有垃圾堆，可能会有机器人，可能会有我们对于那种荒凉的沙漠黄色的意象，这是最可能出现的。他对于情感的感受是哪个概率的出现最高，他把它拼贴给你，他是给你个人而生成的，这跟我们平时和对方共情的感受根本不一样。当我们今天都在笑，我们今天都在哭，我们当下那个时候好像可以理解对方，但当我们发现其实他笑的原因跟我根本不一样，他笑只是因为他觉得此时笑好像很合适的时候，我还能跟他进行灵魂的共鸣吗？艺术应该是灵魂的双向沟通，而不是一种技术。反方时间到，谢谢。谢谢，感谢反方二辩，下面有请正方二辩进行小结，时间同样为2分钟，有请。好，谢谢主席。首先我们看到对面第一个问我们范围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小众群体也是一个群体能欣赏的艺术，您方今天要给我要求我方画的一个范围其实是很无理的行为，而且您方完全不看艺术的观赏者的这个角度是否有点偏激。那是否今天我说我这支笔有艺术性，我觉得它很好看，它就是艺术品了呢？那您方需要给我一个论证。然后今天您方的第二个标准叫做观赏者他有情感的注入，而 AI 没有。今天我方已经给你举出例子，直到大厦崩塌它是完全由 AI 举办艺术展，而您方刚刚说您在知道 AI 之后他就觉得不是他艺术，但是我方已经有学理告诉你他对是不是 AI 对他的艺术性是没有评价是没有任何影响的。而今天您方就是要告诉我您方就是认为他是集体经验埋没了个人经验，但是您方的集体经验难道不就是这个时代我们所有的个人情感的总和吗？那难道表现的不是一种时代情感吗？您方所谓的论证又在哪里呢？然后我们看您说认为情感又是 AI 艺术的一个必要条件，我方不仅告诉你 AI 有情感，我方还能告诉你说人类并不需要情感才能创造艺术，我方今天已经有无意识艺术这个流派告诉你他们会主观的抽离，刻意抽离自己主观情感来让这个表达来表达对当下艺术的一种批判。那请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消失这种刻意抽离的主观情感，在您方的评价下是否这就不算一种艺术？
来，今天我们看到对面的论其实就是一个观点，叫做因为 AI 不是人，所以它不是艺术。尽管 AI 的然后其中一个观点就是 AI 的思考过程跟人不一样，所以 AI 不能算是有人的表达。那么请问，当我们发现 AI 和人是不一样的两个主体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为它的新的逻辑开辟一条新的赛道，我们也包容它这种成为可能性呢？宁芳今天指责我说艺术下放，我们说小泥地里面画画的孩子为什么不是艺术，那为什么它不能是艺术呢？我们今天告诉大家，就是为什么要拒斥任何一种东西成为艺术的可能性。我方的包容才是真正能够促进艺术繁荣，而宁芳把艺术的门槛定得如此之高，那得有多少人还敢进去呢？谢谢。感谢正方二辩。下面进入对辩环节，由正方四辩与反方四辩进行对辩，时间各1分30秒，双方以交替形式轮流发言，辩手无权终止对方未完成之言论，双方计时将分开进行，一方发言时间用尽后，另一方可继续发言，直到剩余时间用尽为止。由正方开始发言，有请。好，谢谢主席。你方今天跟我说一些小众的悲伤是小概率的表达，那 AI 去表达那些大众的悲伤，小概率的表达是不是仍然是人类主体性体现的领域？我方觉得，如果你想试图进行一个集体经验的表达，那背后一定是每个人个体经验的支撑。如果脱离了个体经验的表达，那么集体的共情也是不存在的。我想问你个问题，如果今天我因为我的 AI 男友跟我对我关怀备至，我感觉很感动，但我当时没有发现他是 AI， 当我发现他是 AI 的时候，我内心的那一点破碎是不是就证明即使我感受一样，但是我发现感受的原因不同，这个对我对艺术的感受也是有区别的。你方无非是想打共情，可是你跟你的人类男友很多时候也是你共你的情，他共他的情，你们同频，你们也并不在同频。上一个问题其实我是在打你方的框架，你方的框架论一告诉我人要有主体性，论二告诉我的是AI 只会去表征那些大众化的表征，所以那些小众化的表征是不是留给人类体现它的主体性？你方不敢答，所以我问你第二个问题：符号学中将人类也是将各种表征特征去把它符号化成能指和所指，你告诉我这和 AI 学习有什么不一样？AI 没有办法创造出真正有个体特色的表达，因为它是综合几十亿个人的共同经验生成出来数据库，它不可能有一个从始至终的个体经验的表达。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今天我在会场上放一个布里洛盒子，如果我的盒子和那个安迪沃霍尔的盒子是一样的，为什么今天我的盒子就好像是一个随意的放置，但安迪沃霍尔的就好像是一种艺术的表达？是不是说明表达的原因和人类的思想也很重要？不对，它只是在结果上，你根本没有感觉到你的那个商品的盒子有任何的价值艺术性所在，这还是从结果上来看。所以你告诉我，你刚讨了我的问题，我问你，人类也是在把特征符号化，只不过人类有主观能动性，现在 AI 还没有发展的那么强，告诉我是不是 AI 也能够把颗粒度细化到人类的程度的时候，他们没有本质区别。我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就是 AI 的算法是什么呢？当你输入文本的时候，我把每一个文本去我的数据库里匹配，它有一个768个维度的向量，它可以算出一个和这个文本最匹配的量。但人类创作的过程不是这样的，它是基于联想，基于发散，所以它有灵光一现的乍现，有那种创新性的表达。但是 AI 它只是一个最精确、最综合所有人印象的一个表达，所以 AI 永远没有办法创造出和人类一样的天马行空的创新。明白你的意思，现在 AI 样本量太小，但是人类是可以去观察目之所及的，所以人类目前颗粒度更加细化，不代表未来AI 不可以学习。我们知道3个月 AI 可以迭代多少次，它可以迭代4000多次，人类有这么快的迭代速度吗？人类所有的经验都是在人类可以基于现在的经验去开创，但 AI 只能基于人类固有的经验。对，你方全是断言，这一点我相信大家也都听明白了。我进入你方刚刚提的例子啊，你刚刚说有一个艺术家能够放置一个盒子，这就是艺术，我放置一个盒子就不是艺术，这是不是因为身份呀？时间到，感谢双方辩手。下面进入盘问环节，首先有请正方三辩进行盘问，被盘问方需指派除三辩外任意一名辩手进行作答，中途不可更换。请问反方指派作答的辩手是反方几辩？王一辩。下面有请正方三辩盘问反方一辩，盘问方可以打断被盘问方发言，被盘问方只能作答不能反问，对盘问方计时1分30秒，有请。
对方辩友，我来确认一下，您方到底是觉得因为 AI 不是人，所以他画的不叫艺术，还是因为 AI 它没有情感，没有您方所说的那种主体性，它不是艺术？我觉得两者并不矛盾。对，那我们先来聊情感。我方刚刚给您举了一个鹤岗的例子，我让 AI 它画一座城市，它通过复杂的机器学习，它给了我城市中的一个个体，它告诉我它希望通过这个个体去捕捉到这座城市的失落。我问你，这其中有没有表达情感？就是我们觉得它顶多能算是表达的那个 AI 的情感，那这个还是一个问号，就是 AI 到底能不能表达情感。但是对于你个人而言，我问你，对，所以这幅画我欣赏者角度我捕捉到了情感，他在他生成这幅画的时候也产生了这样的解释，告诉我他想表达什么情感。您方觉得这是没有情感？是这样的，就是你相当于你在认可他画的这个画，就好像你参观了一个画展，你从里面选了最好看的那幅画，但他第一他表达的不是你的情感，只是你对他做了一个匹配。第二，这个画展就是本身就是你自己在其中的作用是被集体主义泯灭了的，就是他可能是基于经验生成的。 对，所以我今天给了他一个指令，叫做你给我描述一下鹤岗。他通过机器学习，他发现这个鹤岗里面的个体更值得表达，这就是他的个体性，他是具有创造性的。我紧接着问你，我一开始我作为一个欣赏者，我很能欣赏大厦江青这幅 AI 生成的作品，我很能共情里面的鹤岗的情感。您说您这时候对于一个欣赏者来说，你说这不是艺术，你不应该欣赏，对不对？这个地方的核心在于，当你知道它是 AI 画的时候，我们认为就不应该觉得它是艺术。因为可是我从这幅画里面我能够共情，按照您方论点它应该是可以算是艺术吧。不对，是因为你知道它 AI 之后反而会破坏你的共情，因为你会感觉到是你被算中了，就是它会破坏那种浪漫的美感，就是它一笔一画原来都是大概率生成的结果，而不是它真的想表达那种情感。对，但是我觉得这幅画非常精美，它也非常能表达我内心思想，我觉得这就够了。我继续问你，今天您方是觉得 AI 它所有都是既往经验的集合，对吧？可以啊。那我继续来跟你说，今天我们创造性这边我后续会给你解释 AI 它会生成自己对于这个画作的理解，对于这个指令的理解，所以是不是只要我方证到它在画作中时间到，一定创作谢谢就能证成。那本质还是概率的排列了，谢谢。感谢双方辩手，下面有请反方三辩进行盘问，被盘问方需指派除三辩外任意一名辩手进行作答，中途不可更换。请问正方指派作答的辩手是正方几辩呢？下面有请反方三辩盘问正方四辩，规则同上，有请。对方辩友好，想问一下，今天海浪把一群石头打到沙滩上，排成一个美丽的形状，在您方看来是艺术，对吗？我个人觉得蛮美的，这也是我在三亚的美好体验之一，但是不代表它的艺术价值很高。所以您方它有没有可能成为艺术？当然有可能，我方不拒斥任何东西成为艺术的可能性。那这样它的创作动机是什么？创作动机，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天籁吧，我想。所以你看，您方并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给出一个创作动机，对吗？我刚刚给出了，我再说一遍，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天籁，这是庄子的艺术观。海浪把石头打在沙滩上，它的创作动机是什么？创作动机就是大自然的灵性，而我们人类可以从大自然当中获得能量，而这种能量不就是人 okay, 天人共振吗？其实您方刚也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您方知道这个就是个巧合。反过来，今天在 AI 上，您方也始终没有办法给出 AI 一个创作动机，因为它本质上就跟海浪把石头打在沙滩一样是一种巧合呀。那只是因为你方压根因为你们身份论歧视不把 AI 作为一个主体罢了。我方觉得我在看太空歌剧院，甚至我方在查很多论文的时候都有看到 AI 创作绘画，我觉得画得好好，我真的有被共振到，我觉得科技好美。你觉得这是共振吗？ AI 帮你生成的东西，请问它的创作动机是什么？它的创作动机，你可以跟我说它没有受体，它没有情感，可是 AI 的创作动机就是经由那精妙的科技美的那一部分算法创作出一幅能够震动人。您方刚刚讲的是 AI 的功能跟 AI 的角色，你没有说 AI 的创作动机。下一个我问你，如果今天一个东西没有体现我的思想，为什么它能够被称为艺术？所以你觉得 AI 不体现思想？对啊，不体现啊。我方觉得体现啊，刚刚我方举出直到大厦崩塌，我们也有看到他在描绘鹤岗下岗那种悲惨的场景，去描绘我们那种悲寂的心情。你觉得这不具有大厦崩塌体会的是谁？展现的是谁的思想？展现的是 AI， 就是这就是 AI 对于人类社会的描摹，这不就很美吗？你方不觉得吗？
所以宁芳在这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参与，对吗？你就是要 AI 帮你生成一个东西，然后他给你一幅画，那你的主体性何在？你的思想何在？主体性思想很多时候是需要受体的，这不代表 AI 没有受体，不代表它的创作路径就不是创作路径。像文科生和理科生，他们创作路径不一样，你告诉我谁不是艺术品吗？OK， 所以我们你刚刚讲的创作路径不一样，本质上都是我有我的想法，你有你的想法，我们本质上都有想法参与在里面。那你请宁芳举的，如果没有思想，为什么一个作品可以被称为一个作品？因为它本身就没有一个意图，为什么它能被称为作品？乙方只是在不停的复读 AI 没有思想，我方给出实证叫做直到大厦崩塌，它可以给出思想，也能够带来人的共振。为什么这不是艺术品？是不是因为乙方身份论的歧视呀？宁芳刚举了一个作品，你说 AI 能帮你画出这个作品，可是宁芳也没有说这个作品背后想传递什么。传达什么？因为宁芳知道这是 AI 拼接的，他们本身是没有思想的。下一个问题，宁芳觉得小孩子任何涂鸦也能够被算艺术吗？刚刚我已经回答过很多遍了，我会在此结辩的时候再说一次。小孩创作绘画为什么要拒斥他成为艺术的可能性？就因为他是小孩子吗？所以所有的东西都能成为艺术吗？我方也说了，连大自然，我方都认为是庄子所说的天籁，为什么不可以成为艺术呢？如果世间一切都是艺术，请问你的艺术还有什么价值？艺术不就是这样多元，融入在我们生活当中，融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和空气当中的吗？我们现在进行的不也可以是一场艺术吗？哪怕我们的辩论水平都没有那么高。如果我们打的是一个好比赛，或许可以称为艺术，可是当你所有的比赛都被称为艺术的时候，你这个艺术本上没有任何意义。谢谢。谢。感谢双方辩手。下面有请正方三辩进行中场小结，时间为2分钟，有请。好，谢谢主席。我们来回顾一下人的创作过程是怎么样的。人通过过往的学习，他学习一系列的画作，他感受到自己有什么画是他真正想画的，所以他演绎出来，进一步他创造出来。而今天机器学习的过程是怎么样子？它也是通过集体经验的集合，我今天先通过大数据学习，我学习得很快，集合过往所有的人类经验，然后我再进行创造。创造这一部分我方已经跟您证明了，今天 AI 它已具有一定的创造性，无论我方几个论文都告诉你了，它会在里面加入一定它自己的思想。所以今天相对于人和机器，我们发现我们总结来看，只是它那个创作路径有所不同。可是就像我方刚刚接质所说，今天文科生理科生他的思维方式也有所不同，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对任何一个一方创作路径进行歧视呢？这是我方觉得奇怪的。我方更觉得奇怪是今天 AI 绘画它在结果上它有很多人都能够欣赏，太空歌剧院它得到了权威艺术评展人的欣赏。另外我方给您举证了，53%的观众认为 CNN 模型的 AI 技术作品出自于人类之手，这在历史上类似的图灵测试里首次突破半数。所以今天大众能够欣赏，评委一些艺术权威他也能够欣赏，今天宁芳仅仅是在结果上认为，在结果上看到他是一致的，可是仅仅在他身份上认为他不是人，所以无拒斥他进入艺术的可能性，这是我方觉得不合适的。另外一部分，你方说因为 AI 没有情感，情感是艺术的必备条件，可是我方也给你举证了一些无意识艺术，一些超现实主义绘画，它的目的就是在于表现那幅画具象化我眼前所见之情，我要尽可能的抽离自己的思想，抽离自己的意识。所以从今天宁方框架来看，情感似乎也并不是成为艺术的必备条件。以上。感谢正方三辩，下面有请反方三辩进行中场小结，时间同样为2分钟，有请。各位好，先处理一下刚刚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想说艺术必须需要有一个意图？因为就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一样，今天海浪把石头打在沙滩上，它可能很美，可是它没有体现任何东西，你是给不出一个创作动机的。而我们觉得艺术本质上是一种表达，不管是人的表达或 AI 的表达，你在这过程中你是要有一个念想去呈现的。而对方刚举的例子中，基本上我们看不到任何念想，它就等于是我靠我的算法给出了一个东西，所以我方认为这之中不存在任何思想。我方觉得今天是艺术的创作，本来就是人根据自己的存在自觉进行伦理抉择，然后把他的不管是超越性的生命经验或者是他对世界的主观感受产生于他的艺术上。而如果你今天告诉我今天 AI 只是随便生成一个东西，那我方不觉得它是艺术。再来，对方辩友刚刚讲到
依然能产生共情。可是我方不明白，宁方跟 AI 的创造艺术，你要如何共情？比如说，我看到人今天写什么，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或者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我会知道哇，有一个好遥远的人，他跟我一样在感慨时间的无常，跟我一样在感慨可能人世的代谢。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会知道哦，原来曾经有那么遥远的人，他跟我有一样的共通经验。而你今天如果是 AI， 那我完全没有办法去感受这些，因为我知道哦，它不过是一连串随机代码的生成，它本身不带有任何念想。而它如果没有任何意图，那我也无从去解释它。所以艺术对我而言本身也失去了意义。再来，对方辩友刚刚说，AI 本身可以传达是所有人的经验，它是把所有人的经验浓缩一起。可是其实所有人的经验基本上就等于是没有任何经验，因为我们今天在看的时候，我们注重的，我们强调应该是一种个体经验。如果你把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攫取了一部分，把它拼起来，它本质上它就是一个破碎不全的话，因为每个人的在这之中都看不到他自己。所以比如说我们今天采访，我们会采访一个人，采访两个人，采访三个人。而当我们今天采访1000万个人的时候，这采访跟没有采访一样，因为我从这之中看不到任何的人，看不到任何的人性，看不到每个人对这个世界解读，也看不到这个过程，这个作品之中存在的任何意义。谢谢。感谢反方三辩。下面将进入自由辩论环节，本环节中双方轮流发言，发言辩手落座为发言结束，即为另一方发言开始的计时标志，另一方辩手必须紧接着发言，若有间隙累积时间照常进行。同一方辩手的发言次序不限，如果一方时间已经用完，另一方可以继续发言，也可向主席示意放弃发言。对双方各计时3分钟，首先由正方开始，有请。对方辩友，我今天看到三亚的海特别美，我在这种海里看到了未来，看到了诗意，我由衷的想要去赞美它，我说这真是大自然的艺术品啊，这可不可以？我觉得这是比喻句，我方坚定认为艺术需要有人的存在。我问你鹤岗的例子好了，你鹤岗的例子告诉我它是 AI 对于人类社会的描摹，所以我至少确认到这讲的并不是 AI 作为工具的部分，也就是在鹤岗的例子中你方也认为那个创作者是没必要的。那回到 AI 作为艺术家的部分，你告诉我鹤岗的例子是 AI 给出的思想，可当你输入我要一座破碎的城市的时候，它本质上是对人类一个经验性的汇总，属于你 AI 的思想在哪里？我方今天告诉你，刚刚我举出这个图片的时候读的那段简介也是由 AI 自己生成的，这个整个展都是由 AI 自主策划。宁方刚刚说 AI 这个不是脱离了工具属性它就没有创作者，创作者就是 AI 啊。好，今天宁方再来回答我，宁方今天是不是就是认为创作者只有人类这个可能而不纳入 AI 这个新的主体呢？如果宁方觉得 AI 创作，那请告诉我 AI 的创作动机是什么？我觉得很奇怪，你说意向性，我高中的时候写了一篇作文，我一点都不想写这篇作文，因为它是篇命题作文，但是这篇文章却拿了全区第一。你告诉我，我有意向性吗？那篇作文体现了你的生活背景，你的故事，你的思想。请问 AI 写的作文体现了 AI 的什么？哎，对方辩友今天还是要告诉我 AI 人的创作一定要有一个动机，但是我方已经有无意识创作告诉你的人，他的就是颗粒是主观意识，他一定要有动机的存在吗？您方给我举证。因为动机最重要的还是他能够共情的那一部分。今天我跟梵高的星河共情，我认为他带着一种破碎疯狂的浪漫。今天我发现他后面如果是 AI 画，他只是随机的点在投射在那个画面上，疯狂在哪，浪漫在哪。你以为你在跟 AI 共情，你以为你在跟人类共情，可是很多时候人类与人类情感是不可能完全共情的。你以为你没有跟 AI 共情，但是 AI 在努力的描摹你的世界，你的情感，他在努力的跟你沟通，为什么不可以共情？所谓的努力仅仅是概率空间计算出的最优解，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他没有表达任何思想。回到那个共情的例子，我们今天之所以能跟任何艺术作品共情，那是因为从古到今以来的发展，所有的艺术作品背后都有那个人的存在。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很触动的时候，我会想我是不是猜中了作者的心声，我们去和他共情。我们今天聊最后一个下一个部分，你告诉我今天我们对于 AI 对于共情的这部分要求实际上是对 AI 的一种歧视，我恰恰要告诉你这是对于人类感情的一种维护。当李铁金方所说的无意识艺术也是艺术的时候，当 AI 绘画没有任何思想也是艺术的时候，我们恰恰要呼吁这种共情不能消失在艺术的世界中。同学，我们从来没有打算让人类的情感消灭，而是让 AI 表达 AI 的情感，让我们人类表达人类情感。你方今天唯一的攻击就叫做 AI 没有情感，可是 AI 只是因为它没有受体，它可以不断的去描摹你的情感长成什么样子，它正在学习归纳。你告诉我为什么受体不一样，它们的路径不一样，它就不能够 被称作为创作。很简单，你方只从结果论上看，那我从结果论上问你，今天 AI 画了一幅反战画作，但他画的时候根本没有任何对战争和对生命破碎的理解，你方认为这不会污蔑那个反战的价值吗？
AI 看了1000万幅悲惨的战场，我看到了人类脸上的血泪，它总结出来了，哦，这个就是战争，这个就是悲伤，然后它把它演绎出来。你告诉我有什么问题？对方辩友，今天你 AI 看到了这些东西，可是对他来说就是一串冰冷的代码，冰冷的数据，对他说他根本没有理解这过程之中的血泪跟惨痛教训。请问这时候 AI 产生了什么理解？对，你说他没有感受到，只是因为 AI 没有受体，没有这个人类的有机体存在。可是你不能证明的是 AI 的方式它就不可以成为艺术，只是因为你人类有受体 AI 没受体，你就要歧视它，就好像男性在艺术界歧视女性的时候仅仅只是因为她是女性。不是，我方讲的是从逻辑上来讲， AI 看到的战场只是一个又一个灰白色块的组合，所以它感受不到任何东西。我继续和你聊好了，当你方认为 AI 艺术应该被认为是艺术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告诉那些自己的作品被 AI 艺术剽窃的人，那些无版权被放出去使用的人，你要怎么告诉那些正在处于追求艺术道路上的学生说你们作品就是垃圾嘛，因为 AI 艺术很快就能超越你了，你要怎么劝他？说实话，我方觉得这一部分应该加强法律的规制。我进一步问你，今天很多无名氏的诗歌，我们读者也可以共情，我深深的感受到感受，我觉得这首古诗真是一个艺术品啊，是不是？所以那个创作主体是重要的。方辩友，森林方在跟无名氏的时候，你想象古代有一个人跟我看到一样的月亮，跟我有了一样的感慨，如果你今天知道那个东西是 AI 写的，你根本就是知道它一连串代码产生的时候，你要如何产生这样的共鸣？方对于您方这个例子已经回应很多遍了，我方也有学理告诉你说，知道它是 AI 和不知道它是 AI 对这个结果是没有显著影响的。来，今天您方是不是就是要告诉我说，我因为您方就是说什么，我的香蕉和卡拉兰香蕉有区别，是因为我们他有那个意图，我没有这个意图。那请问，我的香蕉和卡拉兰香蕉是不是因为我不是卡特兰呢？不是啊，今天是因为他如果他创造他的作品有表达他想表达的，而您只是想要不管是去模仿或单纯的生成，而没有任何意图在里面，我方确实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创作也不算是艺术。方辩友，我方学理已经告诉你了，经过回归分析，比作画作艺术性情感表达，机器人创造出的作品和人类创造的作品是否是艺术上的判断无差异。我进一步问你，今天过去传统艺术上觉得艺术一定是要有一个有形体的东西，所以难道就要拒斥这种 无意识艺术的存在吗？等等，我先检证你的数据，你那个数据该不会是告诉我你不告诉他是 AI 还是人画的时候没有差异吧？那只是对于美学的结果没差异吧？还真不是，是你告诉他这是 AI 画了以后，人的差异反而也不大，而且你越了解 AI，你就会越知道正方时间到，而越不大。谢谢。对方辩友，如果真的退到就是比如说跟我说看到两个作品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分别，我方也认，就是现在的 AI 的确让科技让很多人没有办法分别，可是当我们在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警惕的是我发现这个东西虽然看起来没有区别，可是它背后存在的意义是一片虚无，是一个空洞，我方觉得这种空洞而没有价值感的东西不应该被称为艺术。谢谢。感谢双方辩手的精彩发言。下面进入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环节，总结陈词。首先有请反方四辩进行总结陈词，时间为3分30秒，有请。好，今天对方跟我说，只要我从这幅画里感受到了一种名为感觉的东西，那这个事情就是艺术。我方恰恰想说，感觉不是最重要的，共鸣才是最重要的，单向不是重要的，双向才是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黑客帝国》，就在这个电影里，母体让你发射每一个刺激，你都有一个对应的感觉。我想让你感动，就让你感动。但这个感动是真的幸福吗？不是的，是因为我们人类本来就追求那个感觉背后的原因。如果那个原因失去了，我们一切感觉的基础都不复存在了。如果我知道我那个男友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个 AI， 他在对应我所有能感受到感动的点，在对我逐个击破，我不会再有那种和人类在一起温情相拥的感觉。对方今天为什么说鹤岗那个东西好像可以引起一种感觉，只是因为在我们所有的历史中，人类都是创作的主体。如果今天我告诉你说这个世界上不再有人类绘画者了，所有的画全是 AI 创作的，它分析了你所有可能感觉感动的点，然后生成了一幅这样的数据，你非常坚定地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再有一个人跟你有对城市衰落同样的感觉了，这个时候你还会有那种感动吗？你不会了，因为背后那个支撑它的无数个千万个个体的经验已经被磨灭了，你知道你的感觉不会再有人懂了。所以为什么感觉不是重要的，感觉背后的原因，感觉背后的真相，艺术的真相就是很重要的。接下来我方想说，
对方当然可以说艺术是什么有无限可能，我们可以把所有东西都包进艺术，但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辩题，是因为当我们人类说 AI 绘画好像是艺术， AI 好像是艺术家的时候，我们心里有一点隐隐的忧虑。这个忧虑是什么？是人类一直以来为自己划定的那个领地，好像我们人类为自己保留的一片表达自我的情绪，表达自己全部充沛力的那样一个领地被 AI 侵犯了。我们创作艺术的过程是什么？我们观察生活，我们体验生活，把自己所有的心血倾注在笔端，我每一个笔画上面都体现了我的情感。但 AI 怎么创作？它偷取你十万个人的人脸，十万个人的生活，十万个人的生活片段，十万个人的画作，去给你用数值用算法去拟合出一套平均的人脸，平均的生活，平均的画作。在这个时候你告诉我 AI 创作的 是艺术，那 我想问，就是我个体的经验该如何表达？我个体的经验被 AI 全部拿去抄袭，他把每一个人打碎了拼在一起，拼成了一个东西，然后你告诉我那个叫艺术，那个体的经验到底如何被留存下来？大家知道世界上第一幅艺术是一个山顶洞人，他在饥肠辘辘之后画了一个很多大马和很多野兽在一起奔跑的形象，他已经快活不下去了，但他要留下自己的痕迹。 AI 现在的绘画正是在解构我们人类一切在艺术在生活中表达自己个体经验的途径。当资本家发现我掌握 AI 技术，我可以一秒钟生成100张画，但是我雇佣一个人类作者，我一年可能只能生成1张画的时候，他在书皮上，在公交车站牌上，在广告牌上投放的全都是 AI 的作品。我个体基于自己生命经验的所有倾注我个体人类的情绪的作品已经再被听到了。当我们创造艺术这个语词的时候，是在我们饥肠辘辘一天回到洞穴想留下自己痕迹的时候。但是当现在我们把艺术的边界不断扩大，我们发现 AI 作品也算艺术，它正在无情地挤炸我们人类表达的空间。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本来人类为自己画的一片情感的自留地，情感的栖息地，它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它是没有效率的。而我们认为人性艺术性最打动我们的地方就是反效率。谢谢大家。感谢反方四辩，最后有请正方四辩进行总结陈词，时间同样为3分30秒，有请。好，谢谢主席。今天对方其实对我方有两个地方的攻击，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说我们是抄袭，第二个事情他说我们没有共鸣。当我把 AI 绘画的机理给大家讲明白的时候，这个两个攻击也就不攻自破了。 AI 的机理其实就在于人类神经网络学习，我们投了那么多算力，投了那么多钱，那么多人的心血在里面，其实它是在用机器语言的方法来拼命的模拟人类神经学习输入输出表达的一个过程。我先学习再归纳再演绎，其实你们会发现这和人类的学习方法是一样的。比如说我现在要画一个女人的头发，那我要怎么去画它呢？ OK， 我作为算法工程师，我先投喂1000万幅画给这个 AI， 这 AI 会去归纳总结，发现哦，原来头发这个东西只不过是一些细长的结缔组织。 OK， 这个时候我再根据这些画里面去看，哦，头发有长有短，有粗有细，有多有少，有红有黑，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再根据剩下的部分，我再去对它进行特征的归纳，然后我发现哎，这是一个朋克女孩， OK， 我给她配一头红色头发最能够彰显她的个性。哎，这是一个古风长相的男性，哎，这个时候我再给他配一头飘逸的黑发，一头长发，让他显得更加古仙风道骨。这是 AI 学习的过程。你会发现 AI 学习和人类学习、人类输出、人类创作没有本质的区别。对方今天仅仅只能够告诉我说，可是你现在只有大概率的东西可以去画呀，一些小概率很细腻的情感你不能够描摹。哎，我方也承认了，3月份哦，我们查3月份论文的时候 AI 还会画出6根手指，但是10月我们再去查10月份论文， AI 的绘画已经在一些拟合度上已经超越人类了。所以你会发现啊， AI 它进化的实在是太快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让 AI 对于人类的这个符号这个标签颗粒度越来越细化，当我们去描摹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越来越好的构建出他的他的形象是什么样子的，他甚至从他的脸上表现出他的情感。你方又说哎，它不可能表现出情感，所以不能有共鸣哦。我们知道圆是怎么来的，圆本来是一个方，我一点一点的去切，一点一点的去切，最后它拟合成了一个圆。 AI 其实在做的也是这件事情，我一点一点的去描摹你的特征，我一点一点去品尝你说出的话，你的创作绘画当中那些辛酸苦辣，渐渐的我可以学得越来越像了。这个时候我在努力地进入到你的世界，你的话语体系当中去表达你的感情，
虽然我没有受体，你可以说我是冰冷的，你可以说我什么都不懂，只是一个 AI 罢了，可是我创作出来的东西感动到人了。我方可以举数据，南加大的回归分析就是发现在四个方面，在创作性、信任度、意图性、表达性、艺术性这四个方面已经完全和人类没有任何的统计学的上差异了。那这个时候你方仍然不认为 AI 是艺术，为什么？我方只能够归结为你方整套论这个体系当中最底层最核心的东西就叫做身份论。因为你没有受体，因为你是 AI， 所以你不配谈艺术。可是我们知道艺术这个领域跟其他领域不一样的，它是要自由的，我们是要去感受，从最后的结果当中去明白什么东西能够给我们带来共振的。你以为只有人可以？不， AI 也可以。放下放下放下，就是我方的价值。谢谢。感谢双方四辩。本场比赛的比赛环节到此结束，有请双方辩手退席。下面首先有请各位评委对本场比赛的环节和印象两部分做出评判。在环节票部分，评委对每个环节分别做出打分判定，并在比赛结束后上交环节票，由工作人员对每位评委的票面结果进行核算。单一评委票面上哪一分得分多，则视为此位评委将环节票投与该方。在印象票环节，评委将投出印象票。下面请工作人员收取环节票和印象票。根据印象票的显示结果，陈林月评委将印象票投给了正方，万华明评委将印象票投给了正方，景逸评委将印象票投给了正方。下面我们进入评委数票环节，请各位评委老师落座印象票投向的一方，并阐明自己印象票投向的理由。下面数票正式开始，有请陈林月评委进行数票。好，大家好，双方辩手辛苦了。那我简单讲一下这个比赛我看法吧。我总体上是比较倾向于正方啊，原因其实也比较简单，我觉得这场比赛反方被正方难受住了。就是你有没有意识到，就是你所有的预设的问题在正方看来都不是问题，因为他对于很多问题的底线和反方预测的完全不一样。这个特别典型的是体现在这个反方三辩的那个盘问环节，因为一上来你的第一个起手的问题就是问对方那个海浪的问题嘛，然后再问创作动机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反方也没有预测到正方会这么硬的去认他们认为这个也是一个艺术。我觉得很明显反方对这件事情是缺乏预设的，所以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反方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问正方，就是反方基于自己的预设前提，就是里面一定要有人的因素的参与，然后不断的去问反方，你看这个创作动机没有，这没有人的情感投入，这到底应该怎么办？但是反方没有想到的是，一方面是正方在第一个层次上对这些问题并不是特别在乎，他们在一开始接这些例子的方式都是把视角放在了受众身上，也就是只要我能够在其中产生共鸣，我能够从中体会到情感，并且感受到它的艺术性，它就应该是一个艺术。这里反方可能后续唯一的动作就是叫屈，就是说如果按照你这么定义，那它凭什么？那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会成为一种艺术？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很早的时候是得到了正方的解答的。正方也不是说每个人凭借自己绝对个体的解读都可以定义艺术，正方也说了，它要形成一种相对的集体共识。那不管这个群体是小众的还是大众的，就只要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对于它的艺术的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它形成了一种艺术的感知上的共识，但凡有一个群体存在，我们就应该认定它为艺术。所以它也不是完全的所有人都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胡乱的标准去定义每一个东西的艺术性。所以如果当正方给出这个答案，反方对于正方这个标准和门槛会导致艺术无意义的这个指责实际上也就不存在了，这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
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关于反方企图从现象去归纳，就是说从逻辑上而言 AI 是大多数人的经验，然后希望通过这个它本身的这个对于人类过往经验的重复去泯灭其中的创造性。那正方对这个问题的回应也很清晰，第一个层次是它针对人类的过往经验去唤起了大众的共鸣，这件事情本身也不是反艺术的，它也可以是艺术的一种体现。更况且正方还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就是在 AI 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大众情感之外，人还有自己的空间，就小众的归人去创造，大众的经验给 AI 一个平台和空间其实也没所谓。这是正方对于反方大众化的经验重复的这个逻辑的回应。那还有第三层是正方在这场比赛当中我觉得处理的比较鸡贼的一点，就简单来说用我们比较熟悉的词，就是正方运用了一种修辞手法叫拟人，就是反方一旦去讲正方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 AI 没什么人的元素，正方就在自己的叙事当中把它当做一个人来表达，他说你凭什么就不能认可 AI 是有自己的动机的呢？你凭什么就不能认可 AI 有自己的情感呢？你凭什么就不能认可 AI 是一个主体呢？实际关于这个问题嘛，我觉得正方不是用解释的方式来达成的，他就纯粹的是用表达的方式来达成的。就正方完全站在，就是一开始他有几个类比，男性对女性歧视，白人对黑人歧视，在艺术当中人们也存在这种歧视，后来人们正是逐渐的克服了自己的这种偏见，才还以艺术以它本来多元的样貌，而正方一开始铺设的语境。但实际上这个推论到 AI 本身应该和上述的几个主体同等对待之间实际上是有距离的，对吧？但是正方在这场比赛当中无视这个距离，他完全把它默认为一个主体，然后把 AI 是主体为前提来开展他的一系列的表达，然后开始指责反方，你怎么就瞧不起 AI 呢？你怎么就歧视他？那这个时候反方缺的是什么？我觉得反方在这个问题上真正缺的是你们一开始只讲出了人在艺术当中的必要性，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要解释，就是人和 AI 最本质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在这场比赛当中对这个问题反方解释的是不够清楚的。实际上在反方四辩的结辩当中，我觉得有隐隐碰到一些，就是你讲他创作的根本逻辑是不一样，因为 AI 的创作逻辑是效率逻辑，而人的艺术创作的逻辑 anyway 它可能是灵感逻辑，可能是创作逻辑等等等等，这两者之间的逻辑在本质上是背道而驰的。也许这个方向的答案对于这场比赛去剥离正方的这种修辞手法我觉得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如果你没有讲出人和 AI 的在这场比赛的局面当中啊，如果你没有讲出 人和 AI 的根本区别，那其实就很容易被正方用那套这个说法就去糊弄过去，就是说为什么你不承认 AI 是主体。那这个时候相应的反方真正需要给出来的解释就是，当一个事物，我们讲一个客体吧，当一个客体有资格成为一个主体的时候，它的标准究竟应该是什么？或者我们讲的更具体一点，当人在艺术创作当中之所以被能称为主体的时候，这个原因是什么？而这个原因在 AI 当中不存在的理由是什么？然后才能结合到为什么它不存在的那个东西对于艺术而言是一个必要条件，这才是一个完整的逻辑。但我觉得这场比赛当中很遗憾的是反方似乎把以上这几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在大多数的环节当中都当作预设前提来推进了，所以很容易就在正方这里吃瘪。而本来这些是需要双方共同解释的问题，由于反方没有主动给出解释，正方突然就不需要解释了，所以他可以以一种非常理直气壮的面貌去问反方，你凭什么不承认这些东西是艺术？那正方的论证义务相对来说就卸下来了。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从双方的立论来说是有很多可以继续深入探讨的空间的，但可能由于不管是战略选择的原因还是赛前预判的原因，可能会导致有一些问题没有真正交锋到点儿上。所以总体来说我会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正方自己的推进是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而反方好像过多的陷入到了自己的立场当中，但没有对正方的问题给出更多的解释，所以我会把这场比赛的更多票投给正方。谢谢大家。感谢陈林月评委，有请万华明评委进行述票。喂，好的，大家上午好。这场比赛我的看法和林月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啊，所以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都坐在这一边。
那但是我还是会交代啊，为什么我会觉得这场比赛正方的处理比反方会明显的会好一些，并且呢也给双方提供一些对这场比赛的一些建议。我觉得正方一开始开出的立论是中规中矩的，讲这个创造性，讲情感，讲艺术价值，说 AI 在水平上艺术高度上已经和人类基本类似，然后讲人类的审美体验，讲这是一种艺术自由的下放，基本上呢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框架。而反方在一开始说的呢，就是一个是人类主体性啊 AI 不存在，然后第二个呢是 AI 绘画的逻辑机理呢还是一种集体概率的体现，然后最后再讲呢艺术要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共情啊，这是反方的论。论在一开始呢我觉得都是比较基本啊，也是比这个题目正反双方能够开出的论点。但是我觉得反方在这场比赛中呢有一个操作上吃力的地方，就是因为我相信双方都准备了这个辩题的正反方，大家也应该知道这个辩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双方都绕不开的立场性发言，就是无论我们怎么去粉饰啊 AI 的画作是不是艺术，终究绕不开 AI 和人不是一回事这件事情。那反方当然肯定会说 AI 因为不是人啊，当然他自然他画出来的东西和人画出来的东西在某些方面不一样，而这些方面决定了它不是艺术。同样正方也会说，那 AI 就算不是人，但是它很多东西是一样的，是类似的，凭什么它不是艺术？那这个部分如果说双方一直停留在立场性的表达上转圈子，当然也不完全是立场性，双方可能也会给出一些解释，就像反方说它跟人就是在有些方面不一样啊。但是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对于一场比赛能够继续进行，重点不在于解释为什么 AI 和人不一样，或者 AI 和人有相像的地方，而是既然我们知道了 AI 和人不一样且 AI 和人有相似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给 AI 画作一个怎样的定位，这个定位和给我们给艺术的定位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是相似的还是不相似的，更好的能够处理人与艺术，人与 AI, AI 与艺术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底线它不应该是这场比赛双方要奔赴的终点，就是 AI 和人因为相似或者因为不同而它的绘作绘画是不是艺术，它不应该是这场比赛奔赴的终点，它甚至应该是这场比赛在一开始双方开启的起点。那所以说因为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啊，这场比赛因为反方很大程度上他一直停留在对于这件事情的周边的诠释，例如说是我终究要跟人共情嘛，那正方就说那你这无非是个身份论，那甚至再往下推演开来，有无名氏的作家，有这种这个去人类主体意识的这种作品，那么身份论这件事情似乎不能够决定它是不是艺术。然后讲到审美价值，那正方的立场头也很铁，说到如果是真的是大自然的巧夺天工，那么天籁它能不能让我们觉得是某种程度上的艺术，正方也愿意接受。那当然这件事情反方就觉得那你这样还有什么不是艺术，但正方可能今天态度就是那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有可能成为艺术。那当然正方也有再去做一些铺垫，讲到各种那四个信 AI 的水平已经足够高了，然后以及呢人类创作艺术的这个逻辑。好，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也有一个相同的看法，就是反方是有在结辩的时候点到一些我觉得和前面不一样的东西，就像反方在结辩的时候举了一个人类在早期的时候创造艺术的一个起源啊，说到人类是在吃不饱的时候还在墙上画壁画，这表现的是什么？其实这表现的是艺术它是高于生活的，它并不是一个我简单的一个思想的表达，它甚至是一种在我的身心受限的情况下我依然追求某种程度的精神自由。就像你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你居然还能在墙上画画，你居然还能画啊这个万马奔腾的样子，你还能有这样神奇的想象，这是艺术高于生活的地方。所以如果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它体现的它不仅仅是给人一种欣赏的价值，它体现的也是人在某种意义上追求我们被这个社会我们被这个世界限制，我们被现实的世界限制，但我的精神仍然自由翱翔的这种价值的话，那么当这种艺术表达手段被泛化被商品化被产业化甚至被流水线化的 AI 会做它其实就冲击了艺术存在的最低的底线。而从这个角度可能继续出发
也许正方能有更多，反方能有更多的说法。那当然从正方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也有一个，就是说正方虽然有比较好的去说明 AI 它的绘画和艺术呢本质上没有差别，并且我们不把它划定差别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但是如果正方我觉得要做得更好的话呢，正方其实也可以去试图去给 AI 绘画在艺术领域中一个定位。就像正方其实有讲到几件事情，一个呢是其实人类绘画的过程也是一个黑箱创作的过程，虽然我们是通过神经啊，我们去学习去认知，可是人类的自由意志自主意识究竟是怎么样去学习的，这本身也是我们很多时候未知的。当我们说 AI 没有自主意识的时候，不能表达情感的时候，我们人类自己表达的情感本身是不是也有可能是一种幻象呢？这可能也是正方在一开在后面有讲的，就是他觉得 AI 的学习方式学习机理和人类的学习机理是类似的。另外一个角度可能就是其实 AI 的学习机理和人类的学习机理可能本来都是黑箱，既然都是黑箱，人类也没有高明到哪儿去，为什么人类要那么高傲呢？然后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也是，就像如果我们把 AI 的绘画当作是艺术，有没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艺术表达形式？就像我们之前我们觉得体育应该是我们靠身体啊来进行运动，看你的肢体强不强大，你不能用太多的工具。但是现在电竞啊，它也进了我们的很多体育的赛会，我们可以通过设备来体现人类的另外一种竞技。那 AI 的画作它有没有可能变成另外一种艺术呢？不是说我们今天输入关键词它生产成的东西就一定马上就有艺术价值，我们有的时候需要跟它进行更多的互动，例如说绘画的时候你要跟它说什么样的光影，什么样的解析度，什么样的画风，什么样的历史年代，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语言描述，然后再经过一层一层的修缮，它也许呢能够越画越好。就像我自己也有试过啊，教这个生成性人工智能，我教它辩论啊，我一开始跟它打质询，他很老实，什么问题都回答我。我后来说你这样不行，我要告诉你，质询你必须守住什么东西啊？你要也要懂得怎么样去抓我的语言中的夹带前提，我语言中的片面论证，我语言中的什么什么，然后什么东西是你的底线，你不能怎么样。然后呢 ，AI 在跟我互动的时候，他打得好，我也给他反馈；他打得不好，我教他怎么答。有的时候真的一晚上下来你会发现他真的可以跟你打对辩打质询，有的时候答得还不错啊，他真的能学啊。所以我是在想啊，他有没有可能从绘画的角度他也可以形成一种新的艺术方式，他可能和我们原有的艺术不一样。这一点其实正方也有略微提到一点，因为人能表达情感， AI 可能不能表达情感。人 AI 能表达大众的集体认知的总和，但是人呢可以能表达小众的认知，那么我们留一个领域给人，剩下的领域给 AI， 但是他们都是艺术。其实正方也有往这个方向走，只是我觉得如果能够进一步的继续阐述 AI 的艺术画作，它在艺术领域中我们能够更加具体精确的给它一个什么样的定位，那么这场比赛呢可能会更有深度也更有启发性。所以呢基于以上的理由，这场比赛我觉得我比较明显的会偏向在正方这边。好，谢谢。感谢万华明评委，最后有请景逸评委进行书票。其实感受判断的这个方式啊，感受都是差不多的。我先讲一下反方啊，为什么今天主要是给你们说哈，因为正方说实话正方很中规中矩，没有什么特别地方。正方我觉得唯一特别出色的地方就是嘴硬啊，就是嘴硬啊，就是反方问正方说，难道自然的这种东西它也是艺术吗？正方说对啊，正方说没错是这样，然后反方就愣在这里了，啊，你们怎么敢承认这件事，但是你也没有任何后手，你也没有做过预案，他一旦承认了你要怎么办，对吧？其实很好办，对吧？你告诉他说，如果按你的这个说法从感受出发的话，万物皆是艺术，那万物也就都不是艺术，因为艺术不艺术没区别。那我们认定这玩意儿是不是艺术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今天非要讨论它还是不是艺术有什么意义呢？反正万物皆可是艺术嘛，对吧？所以这个是你要回应的，你不能他嘴硬完了以后你就好吧，你嘴硬，我说不过你，
对吧？这肯定是不行的呀。啊，然后他说反方的问题哈，反方啊，你全场在跟我们试图论证一件事 ，AI 不是人，这玩意儿不用你论证。这玩意儿我们看下面做了很多我们的可能是中小学生哈，不用你们大学生啊，不用咱们清华大学这种名校的大学生来跟大家解释 AI 为什么不是人这件事儿。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哪怕小朋友也知道 AI 它确实不是人，所以你们把自己的很多精力放在论证这件事情上，我不明白有什么意义，你们论证的目的是什么。华明老师刚刚说的非常好，这是你论证的起点，但不应该成为你论证的目的和终点。那你论证为什么我就是不能让 AI 绘画这种产品上升到艺术的层面，你需要论证什么？你需要论证艺术对人类而言意味着什么。你们在立论中一开始讲，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的界定叫做它是社会现象的意识形态。我觉得你可能 我原本挺期待的，挺期待你往下论的，但是你后面有论吗？你有给我们解释什么叫意识形态吗？你有给我们解释到为什么意识形态这个领域 AI 一旦掺和进来会有问题？我觉得这才是你要论证的方向啊，就是为什么我死活不能让它被叫做艺术。艺术是个词儿，它不叫艺术，它叫技术，它叫什么其他术都可以，但为什么就是不能让你叫艺术？那艺术对人类意味着什么？人类意味着这个东西不能让 AI 掺和进来， AI 一旦掺和进来会乱，会出问题。我告诉你，退一万步讲，你即使说不到那么深的地方，你说不到艺术的阶级性，你说不到意识形态的主控，你说不到这种比较深的位次上，但是你至少也可以学正方嘴硬嘛，他能硬你为什么不能硬呢？你就咬死一件事，哎，人就是不能让他掺和进来。为什么？为什么？可能像对方正方你说了很多，他的水平已经接近人了，他的颗粒化也马上可以像人一样，他也可以把自己对人类社会的观察融入到自己的意图之中去，甚至他有可能通过图灵测试，你说的都有可能，但人就是不让你得逞。为啥？我是人。为啥？我即使今后可能什么都不如你了，我也必须让我作为你的主宰，我就给你玩一手人类中心主义，我就给你玩一手我不允许工具进入工具在我的拟制中不能进入的领域。这就是人类的尊严，也可以称之为人类最后的嘴硬，对不对？因为你说随着 AI 的不断的发展，你确实人类你很多地方你觉得我确实干不过他呀，我确实干不过他，一天时间他能收集多少资料，你能收集多少资料，他的学习能力你能学多少，你的学习效率和能力有他学习效率和能力高，他的算力算法你的脑子跟他比得赢吗？确实啊，人类在很多地方上面对着 AI 的不断的进步，人类一直是在被拉开差距，甚至不是接近差距，而是在被拉开差距。那怎么办？人类剩下的东西叫做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所以我要说，不好意思，你再强，这个东西跟你没关系，这是我人类独有的尊严和价值，没有什么其他原因。正方站起来说，你这不就是歧视我吗？对，对，这个问题上我就歧视你了，怎么着吧。正方用的方式是用一种类比的方式说，男人歧视女人不对，对，那因为他们都是人啊，歧视这个词还用不到这些玩意儿上。就比如说，我不喝这瓶水，我喝这瓶水，所以我在歧视他，有这种说法吗？没有，因为什么？他根本就甚至在我们的语言体系和我们的意识形态中，他甚至没有资格被歧视。反方你在台上就告诉他说，你 AI 啊，甚至就没有资格被歧视，你是个工具，
歧视工具宣扬人的主体性本身就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说反方这场比赛要说输在了哪儿，输在不够嘴硬，输在不够坚守你们所谓的主体性对人的意义。你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什么叫主体性，就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谢谢大家。再次感谢三位评委的数票，请评委老师们回到评委席落座，请双方辩手上台重新回到选手席落座。想必各位评委入木三分的陈述一定让大家对辩题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下面我们就请各位评委投出决胜票，我们将综合环节票、印象票、决胜票三个环节来决定本场比赛的获胜方，同时投票决定本场比赛最佳辩手的归属。青春之声，世界共享。三亚一直致力于建设国际赛事之都，紧扣国际范、引客流、促消费、树品牌的原则，始终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化自信，守正创新。此次三亚与华语辩论世界杯携手，诚邀广大海内外学子和国际人才汇聚三亚，增进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青年人才交流。让我们与世界名校青年一起共赴这场独具魅力的思辨文化之约。同时感谢官方合作伙伴敬业达对赛事的大力支持，感谢 QQ 频道、天丽湾凯悦酒店等伙伴对赛事的支持。下面将进入本场比赛最激动人心的环节，我将公布本场比赛的获胜方及最佳辩手。获得本场比赛最佳辩手的是正方四辩陈荣，恭喜。本场比赛尚未公布的环节票和决胜票票数结果如下。环节票，陈林月评委投给了正方，万华明评委投给了正方，锦逸评委投给了正方。决胜票，陈林月评委投给了正方，万华明评委投给了正方，锦逸评委投给了正方。因此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为9-0，正方上海交通大学获胜，祝贺他们。同时也感谢清华大学为我们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比赛。最后感谢各位评委和选手对本次赛事的支持，请各位离席退场。